大家好，我是阿金。今天是六月十号，礼拜四哈，是 work from home 的第几天，已经乱记了，懒得去算了，太久了哈。好，那今天这里面的主题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。那这东西其实不是我最近买的什么草屋或者是球鞋，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东西，就是冰箱。听我娓娓道来好吗？而是有些心路历程的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各位应该知道，其实我是大概四年前从嘉义上来台北工作的北漂有为青年。对不对？那理所当然，刚来台北的时候就住了一个套房，十坪不到套房的，房东有附个冰箱给我。那这个套房里面没有开火的设备，所以以一个小资族来说的话呢，一定是外食嘛，就是去楼下啊 Seven 啊，或者是旁边的面店啊买个面吃，吃完丢掉就好。所以那时候的冰箱对我来说是不太需要存在的东西，因为里面是空的 ，semi normal， 但是我要靠电让它运转，每个月都会吃我一些电费。好，那时候一度电是5块钱。赚鬼嘞！题外话打岔一下，我现在自己出来缴电费之后，才发现以前一度电5块是多么恐怖的价钱嘞！这鬼也厉害哦！哈，以前我曾经缴过一个月2000多块电费，我就开冷气这样的，一个月2000块，2000块可以这边可以吹半年。反正那时候冰箱对我来说就是不需要存在的东西嘛，我甚至又想把插头拔掉，把那个空间呢拿来放球鞋，因为这样呢一来可以节省很多空间，那二来呢又可以保养球鞋。但是想到后续的房客，我想算了，他们还是要这个冰箱，就不要这样子。好，在北南这样。那一年前搬到这边之后呢，有厨房，可是我还是不太会开火，求方便嘛，因为附近的经验真的太好了，我就选择外食。直到最近啊，因为这疫情的爆发哈，才让我开始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会开始囤一些有的没有的。然后今天早上我就打开冰箱，我就发现哇，冰箱怎么突然变得那么丰富啊，你知道吗？突然感受到自己一个生活的变化，很有感触啊。所以今天想说，不然打开冰箱跟大家分享里面是什么东西好了，因为以前是全空，现在是里面竟然会有水果。竟然会有蔬菜哦！对了，里面还有一些厂商对我照顾，因为最近疫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会有一些疫情的外送包开始推出，然后他们都会寄给我吃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。我先从上层看起，比较无聊的上层打开来，嘿，这就是之前的冰箱的样子，就是没有看给我，那这边有多一些，哎，料理包，有什么啊？黑胡椒牛柳啊，糖醋排骨啊，肉碎掉啊，掉嘛。最近才开始有在买啊，因为我觉得水饺料理起来超方便的。下层哈、哦，看我这冰箱有啥哈？这个水壶，蛮多人都要问这水壶，对不对？这是在虾皮买的，然后这个很特别，是它2500cc， 换一瓶你就满足一天的所需的水量了。而且它很可爱的是，它上面都有刻度给你，比如说九点的时候，它就会打一个标语 Go for it， 然后七点。喝完了，他就会说 you made it， 就是会有一点励志的感觉给你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水壶哎，蛮便宜的，大概500多块而已。所以如果你缺水壶的话，这个我蛮推荐给你。你看现在到5点，我喝到5点的线，哦，就是慢慢一步一步去把它喝完。哦，在这边要感谢一下，就是墨子，谢谢。好、哦，他昨天送了这个调酒的防疫包啊，在家也可以喝到墨子的调酒。OK， 我还没喝是什么口味的，今天晚上再喝看看。好、哦，然后也有他们的卤味。竞争他们的炒卤味，好，非常期待晚上要把它加热来吃。那另外一个要感谢的呢，就是当爸哦，当我们红尘作伴那个当爸，他也寄了一个防疫的调酒包给我，打开来里面超多东西的哦，调酒包哦，他直接倒下去就可以喝了呢，他已经帮你调好在里面，只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加到杯子里面就可以喝到调酒。他总共寄了4包调酒给我，然后还有一些飞机饼干、一些小零嘴、瓜子，这样都非常下酒的一个东西。然后他们的卫生纸超酷的，谢谢当。接下来呢，花了不？花椰菜啦，奇迹出现了啦！啊，我妈看到那天很感动，因为想说儿子平常冰箱要放酒、放啤酒，现在开始出现青菜了，你就知道这个生活的变化实在是让人家防不胜防。青菜啦。前台阶啦，啊，最近各有人有啊，该有的都有，好不好？所以真的是哈，不得不说，这個、疫情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模式哈。然后又找点欧贝贝这样，下面欧贝贝啊，阿爸长嘛无聊，爸长硬皮的，啊，但是只有2颗而已。这乳丁啊，为什么要买牛奶呢？因为我以前是很少会放牛奶，因为我觉得牛奶每次买完还没喝完就过期，所以那为什么最近开始买牛奶？是因为我以前呢？有一阵时间是非常习惯叫 Foodpanda 的早餐来吃，然后吃完就解决一餐嘛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那个有点太花钱了，就这样算下来，我一个月大概会多花个2-3千块的早餐钱。所以我现在开始改泡这个麦片，可以推荐一下这个麦片给你们吃。这个，
形象很赞的，超好吃的，好不好？你去家乐福啊，或者是一些卖场，好像只有家乐福在卖吧。而这是低卡然后高纤的，所以你吃完肚子会很有感，会有想要排便的感觉哈。它里面有那个水果的这个果干呐、啊，喝起来啊，喝起来。这个东西很长哦，我们把它拖出来哦。哦，海报，对，这最近买的，冰箱放海报是很 OK 的吧？哦，那这就是 COS 在那个布鲁克林的博物馆办展的周边一个海报哈。很大张，超级巨大的。咦，好吧，那因为现在那个框定制的还没做出来，所以现在就只能让它是卷起来的状态，等到框来再把它装上去，再挂在家里某地方。然后我现在才知道说，原来做框那么贵，这么大张的框做出来就要3000块。所以如果你们认识啊，或是比较便宜的在做画框的店家、啊，再推荐给我好吗？然后白檀15年，那一天本来要买麦卡伦的，可是他跟我说麦卡伦缺货，我就推荐我这一支。看起来我觉得不比麦卡伦差，因为它的口感比较顺，而且酒味没有那么的刺鼻跟呛这样子，不错，推荐大家。最近才开始喝 whisky。然后还有 Kickstage 送的这个饼干啊，哦，端午节的礼盒，谢谢他们。每年过年过节呢，都会有他们的礼物，就感谢呢。第二是 Kickstage。然后除了刚刚的食材啊，还有一些酒类以外，咖啡的品牌，咖啡的店家也是蛮照顾我的。像最近这个，就寄了他们的绿挂式咖啡给我，这是什么水洗生培、生中生培，对对对，喝不完的那一种。还有这个咖啡豆，酒精喷雾都送了。哦，真的是很贴心呢，因为最近很常去超市买东西，所以就会带这个去，很大一个，而且它是做有点像纸的材质做的，然后这是跟 Western 联名的背带这样子背起来。哎，你有看过去菜市场买菜那么帅的吗？不是菜市场，去那个超市买。然后还有一些咖啡杯啊，我忘记收去哪里了，所以就先简单的介绍这几样这样。说到咖啡豆，不得不 ，boom， 这个是 Human Made 跟这个。Blue Bottle 联名的咖啡豆啊，很好笑是，我家没有这个磨咖啡豆的机器，所以它就是一直呈现这个样子，反正就是一个摆设嘛，对我来说也蛮帅的，好不好？好啦，看到这边，各位如果住在家里的朋友啊，同学们应该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幸福啊？没有错，因为哈跟爸妈住嘛，你也不用担心说哦，今天菜没了，今天肉没了，什么没有人要去买，都不用担心，住下去有没有东西都煮好端在你面前了。很幸福的啦，好不好？要惜福啊！这些生活呢，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北漂青年还有独居青年的一个烦恼。但是我觉得也不错，自己借着这个疫情，让自己学习到一些料理的东西，虽然说是很简单的东西的哈。那不知道疫情对大家生活有什么改变？那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讲，跟我分享，这样好吗？那老样子，戴好口罩，勤洗手，然后咧 QR code 实名制给他扫下去。对，疫情期间大家现在比较艰困，大家共体时间，我相信应该很快就结束了。OK， 大家忍一下。好吧，那今天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、啊。那今天就今天的影片，那今天影片就是这样子啦、啊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